这个菜可多了呢。啊？今天菜量多呀。好吃不酸菜？哎妈，会有点鸡的脑呢。这家都割梨了，还是这么丰盛呢？看你。你这么撅的干啥呀？这是我掰的，不是你撅的啦。这是我刚掰的，搁这儿。你说俩人黄瓜都能炒上架，他非得吃掰的，他非得吃刀削的。刀削这多难吃，刀就味儿。吃鱼丸子来。鸡爪子老吃鱼了，你要我这我一会儿吃个饭包。嗯，放黄瓜呀。嗯，还不吃？哪有啊？你看这螃蟹好吗？